行，老大，他削我。客官还削小子，削老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那个人就在藤阴。城里都知道他。各位官爷，里边行。今儿金爷荣升县衙官兵总教头。 要用这个场子摆席，闲杂人员都给我滚蛋！白不走，聋了？哟，还挺新潮的嘛，给我试试。 什么情况？滑倒了吧？放屁！你见过这么高难度的滑倒？来者何人？嗯，方子，你活腻了？知道他是谁吗？听过翻江倒海小蛟龙，铁壁神拳，震惊城的名号吗？哼！快快报上名来！ 咱爷们儿，卷一下不打无名之辈。金爷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呀！呀！呀！
宋，叫你宋。啊，还没给钱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能在这儿吃吗？我们家没有你们家吃的好。你们家的好吃，过来吧。太好了，我也再吃点。哎，张显，今天起得挺早嘛。哦，是啊，听说县里开学堂就建在村边上，俺娘一早就把我揪起来，让我去报名。会不啊，飞哥，我们也去吧。开学堂是件大好事儿，去吧。要学费吗？当然要了。俺爹怕花钱不让去，俺娘还拿擀面杖揍了俺爹。不用操心钱，娘有。吃完饭你们就去啊。飞哥去，我也去。乡亲们，学堂的建成承蒙董员外的赞助。百年大计，教书育人，区区良木校舍，不成敬意，不成敬意。今儿汤阴县学堂开张，台安知县百忙之中亲自到场，足见对你们的重视嘛。来，给大人鼓掌。谁不鼓掌？不能上学堂。坐坐坐坐。今天本县来主要是为了周同周老爷。周老爷名震天下，能在本县开学堂那是本县之福啊，本县感谢还来不及呢，岂敢不来呀。他很有名吗？卢俊义、林冲知道吗？周同是他们的老师，传说他是武功天下第一。对，史文恭也是他的徒弟。孩子们，大清早的吃了饭没有啊？没有吃的，上来拿点心喽。乌龟，你还吃啊？吃着手中餐，感谢知县餐。哎，你们要记住啊。得了，确切消息，那个人就在岳家庄外的新学哎，唐。好，给我盯死了。今天来的人多，学堂装不了。老夫年纪又大了，教不了那么多学生。我呢，出三道试题，考上的就是我的学生，考不上的明年再来。哎，有人如果愿意出十倍学费也可以啊，还有考第一名学费全免。来来来，要考试的自觉排队，快快。周老爷，小儿潘俊就免了吧。哎呀，你看公子长得这么大气，一表人才，哎，还怕考试吗？哎呀，玩玩嘛。第一题，考德，说说你们的母亲。说什么？说你娘啊，记得什么说什么。哪个娘？你有几个娘？五个。五个。我叫王贵，俺娘死得早，听爹说她属老鼠，爱吃红薯。俺娘睡得早，起得晚。俺娘身高八尺，体重200多斤，那做俺爹呀，那就像揉面团一样。俺娘30岁才生下俺。他经常腰疼腿疼，人家都说是俺太胖，给俺娘累着。俺娘说不怪俺，俺越胖他越高兴。我叫岳飞，我娘今年32，我爹常年在外征战，我娘一个人把我养大，教我读书认字。以前他每晚纳3双鞋底，纺20个花梭子，现在每晚纺24个花梭子。去年他的眼花了，长了3根白头发，今年
变成了15根。第二题，考文。板子上是怎么写的，在纸上就怎么写。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。开始。画了一堆蚯蚓啊，蚯蚓加油条嘛。我让你画个鸡蛋，你却画了个洋葱。围棋呀、啊，这不是两帮人打仗吗？对，就是打仗。嗯，他又收徒弟了，还不少呢。老大，你怕俺了吗？我怕吗？第三题，考五，每个人都把一只手放在船上。规则很简单，谁的手最后离开，谁就赢了。这可是哪门子的舞？毅力，练舞最重要的就是毅力。你输了，我懒得陪你们玩了。是不是谁的手最后离开谁就赢了？没说不准撞人吧？大家小心！你输了。赶快走啊！你输了！死亡！嘿嘿！没睡，你怎么不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手解开呀、啊？我才不给你解手呢，谁知道你是解大手还是解小手啊？哎呀，憋不住了，我要尿尿！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我认输！哎呀，哎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！岳飞，后天来上学。怎么最后一名也来了？十倍学费呢？爷爷说，有了他的学费，咱们的点心钱就有了。哎，上学还有点心吃啊？不必。孩子们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学习大宋的歌词。歌词写的最好的是苏东坡，谁会苏东坡的《赤壁怀古》？岳飞。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
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又是背时，净叫些没用的。瞧你们家岳飞，灰飞烟灭，真棒！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站到后边去。站过去。没吃过，想吃吗？给小爷我学两声驴叫，它就是你的了。掏回，别叫！这么大的便宜不捡，那就更是蠢驴了。课堂上不许吃东西。岳飞，啊，岳飞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先生，岳飞，跟我来。学堂的柱子上多了一个洞洞。先生，是我打的。力气还蛮大的嘛，过来。这是凤凰枪，枪长九尺三寸，雕木的枪杆，亮银的枪头。嘿嘿，小子，哎，牛吧？过来摸一摸。哦，来，这是传说中的霸王弓，弓臂是百年折木，国以无金，衬以犀角，弓弦是九股银筋，哎，没有三百斤力气拉不开它。这些箭都是桦木所制，箭头是百炼金刚，箭尾是老燕新羽。千里挑一呀，任他铜盔铁甲也像穿豆腐一般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哎，没事没事，
你用尽全力再给我拉一次。给我，小子，给我当徒弟怎么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等你老半天了。哦，坐。先生罚你了？没，他就……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给我？我不玩这个了，送你吧。我不会玩这样，练练就好了。哎呦！朝天辣椒酱啊！哎呦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啊！哎呦，这是谁家的猪啊？偷吃什么不好？偷吃我的朝天辣椒酱哦！哎呦！给你，这是三月堂最好的东西呀，很贵吧？嗯，谁稀罕，拿回去送给你的五个娘吧。哎，这要八两银子呢。那换成学费交给我爷爷。不识抬举，闭嘴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点信归岳飞。好，猜出来没有啊？我知道了，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窕淑女，我都是个老头子了。是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点心归王贵。你不要皱眉呀，你不会以为你一上来我就让你用真家伙吧？真正的兵器都是有肃杀之气，小孩子不能耍。来，师父教你一招。来，岳飞，来。岳，出来吧，丫头。把沙漏拿来。哎。好，给爷爷做饭去。先端一个时辰，等沙漏漏完了。就可以走了。爷爷，够了吧？不够，加。不够，加。
竖、斜、横都得15，完全正确。点心归牛高。岳飞，你现在知道枪为什么是兵器之王了吧？因为它是活的。持枪有几个要点：一，要端得正；二，要用力。你来复习一下学过的枪法，来。绑好的交上来就可以走了。嗯，岳飞，来。搞什么鬼啊，老是搞特殊。你胡说。那你说他们干嘛去了？说说。他们去练武去了。哎，你看到了吗？在哪呢？在哪呢？都出来，都出来，都出来！死胖子，去死！你们怎么？他说先生在这教你练武。飞哥，对不起，是他们逼我说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先生，我要学武，我也要学。我爹送我来就是跟你学武的，读书还要来这儿。你们都想学？想学。好啊，找他。嘿嘿。啊！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，本姑娘还不愿意教呢。谁先上来试试？好男不跟女斗。好啊，那我斗你好了。我可警告你啊，我力气可大，你可收不住。好。稳了。
起上吧。学武的举手。等等，我还没有试呢。你也要试？摔疼了别喊娘啊。看不出来你还有两下子吗？够帅吧。够了，别闹了，要打跟我打。我们去做关你屁事儿。不认识了，我们都找你好几天了。难怪我总闻到一股臭味儿。大哥，他那是骂你呢。少说废话，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难道想请我吃饭？吃饭？先吃我翻江倒海铁臂神拳吗你？就这么打吗大哥？他还没报上姓名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赶紧报上姓名。周彤，教我武功。哪个周彤？教我武功，我就告诉你。就是那个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周彤，狗屁第一。为什么抓他？偏心眼儿，只教岳飞。你为什么练武？为了报仇，我要打败岳飞，我让他们通通都怕我。哼，蹲下去。你听过曹冲称象的故事吗？大象可大了，听说有5万多斤。你说，老虎能打过大象吗？
听说你还会做饭。你会说话吗？我会。哎呀，你知道哪有野花摘吗？林子里就有啊。石子打出去是弧线，不能打哪瞄哪。今天怎么没去学堂啊？我以后就跟你学了，不去那破地方了。你不是想打败他们吗？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学些什么，你怎么能赢呢？明天你继续上学堂，看看周同教那个岳飞。对，你看岳飞都学了什么招数，回来告诉我，我也好教你怎么破他的招啊。那你现在教我几招吧，上次他是这样打我的。啊，擒拿手嘛，简单，来打我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招。孩子们，我们今天来学点孙子兵法，做一个游戏，就当是练兵吧。岳飞牛皋当队长。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，拿着鼓槌的一方敲响对方的锣就算得一分，但是拿鼓槌的那一方不能扔起鼓槌敲对方的锣，只能传给自己的队友，因为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飞到敌人的大本营去。来，张贤解吧。第一局预备
再来一次。没事。这些这么多天了，怎么没有新招？这不都是新的吗？哼，都是几十年前老掉牙的功夫。转着才有穿透力。娘做了双鞋，你给先生的孙女捎过去。我不去送。她没爹没娘，没人给她做鞋穿。大六们，谁厉害？是我，我厉害，我厉害。你再强，她也不会喜欢你。为什么？她喜欢那些假正经的。像卢俊义、林冲他们。林冲、卢俊义，他们都是大人啊。他还喜欢岳飞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送他粉他都不要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说的是谁啊？周瑶啊。周瑶？周瑶是谁？她是周彤的孙女。只管去打，我罩着你。
当哑巴了。这样才对嘛。你管不着。周彤教你的。是我自己想的。周彤教你不让你说。是我自己想的。说，我让你说，呀，说不说？德飞，德飞，赶紧救爷爷，快去呀！飞哥，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哪个坏蛋背后抓我屁股啊？我们不去救周小姐吗？孩子们，你们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们赶快走，我保证明天早晨能看到你们的周瑶姐姐。你干什么啊你？嘘，你的鞋怎么不见了？是不是丢在林子里了？我陪牛高去找找，你们先回吧啊。飞哥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告诉我娘，就说我在学堂，不然我娘会着急的啊。快回去吧。走，快跟我走。
到现在呀，还惦记这些东西，哼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喂，你们就是这个呀，恶心死了！我给你们几文钱，去买烧饼吧。闭嘴！谁说要吃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给你治秃头的吧。要不就是给你脱毛用的，你脸上毛那么多，怎么吃饭？喂，闭嘴！他会不会来？他会来，而且是一个人。看来还是你了解我呀，文公，你戴着面具干什么？师父面前还用得着吗？哼，东西呢？听说呀，你被宋江卢俊义抓住了。他们土包子金蝉脱壳之计你教的，看来不像是轻而易举啊。哎，我家里的朝前辣椒酱喜不喜欢？功夫都不是16瓣，这马7瓣正好。正好就不对了，你新创的想法呢？什么想法？那个叫岳飞的小子使了一招。哎呀，那个不是我教的，快把孙女还给我。哎，小孩子哎，睡觉睡得早。你不给我新枪法，就别想要孙女。文公，你虽然做了坏人，但你还是我的弟子，我不想伤你。哼，多少年来我在你的弟子中武功最高，你承不承认？可是你总防着我一手，不可倾囊相授。你要是把本事都交给我，我能被卢俊义那个废物捉住，我能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你只爱武不学文，只有文武兼修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啊。嘿嘿嘿，可是你不听，你一生争强好胜，从不读书。你练得再好，只是一介武夫，练武的读书有什么用？那天下第一又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我给你，明天早上我就宣布让给你史文恭。哼，打败你我就是天下第一。你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能正视自己。你
叔，厨房让我问问你，几个大婶想吃点啥？谁是你大婶啊？去，给我们打洗脚水去。好嘞，快走吧。真晦气。上天说你不能进，你才不能进，快走吧进去。哎，你不是劲儿大吗？别叫，听我说，你今天参与了绑架，按照大宋律法应该入狱30年。你爹都救不了你，如果你不想坐牢就听我的话，如果等会儿有人来你就让他们滚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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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滚。周瑶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今天跟你一起去的那个人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今天刚练的铁砂掌正冲鸣要离。刘刚，不用咱打，明天先生一到就来找你爹要人，你爹敢不敢得罪先生呢？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们走。先走啊！先生怎么求他们呀？你说什么？他走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先生这是在跟咱们说。更精彩了吧？爷爷是让咱们先走。那先生怎么办？放心，他打不过我。喂，咱们也算是见了夫人是吧？你专心点，我们正在决斗呢。就是打到明天早上也打不赢的，我看你们把土布拿回去好好练几年。哎呀，等我100岁老的走不动的时候，兴许你们能打赢。老头，你说后的到点儿，你耍我。土布都送给你们了。回去要好好读书啊，但是要从三字经开始哦。给我追！这，爷爷，师傅，先生回来了。师傅，
师傅，那个人是谁呀？史文恭，我的第二个徒弟。史文恭不是被卢俊义？他逃出来了，在这个世界上能制服他的人只有我，可是现在他也不听我的了。师父，我猜想明天一早史文恭就会追到这儿，我得带瑶瑶离开这儿了。爷爷你怎么了？师父没事吧？爷爷，我中了毒箭，快去拿解药。哎，师父怎么样？啊，爷爷，暂时死不了，但是还没解毒。解药在史文恭那里。岳飞啊，史文恭说你使了一招新枪法。是我瞎琢磨的。哎呀，怪不得他搞不懂，他就不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情从无到有，就是那些喜欢瞎琢磨的人搞出来的。丫头，我们收拾东西，赶快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爷爷。娘，师傅就交给您了。放心吧。你们去把所有的同学都叫上，在学堂集合。来，你看，哼，干掉老匹夫，踏平岳家庄。没，我看未必，说不定他们也猜到我们这样想，偏偏在这边设下埋伏，让我们连上两当。放屁！他们想让咱们中第二次埋伏，所以偏。你说呢？到底走这边，还是那边？哎，我还没决定呢。
知道这么厉害？有埋伏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笨蛋，迷宫的宫字都写错了。嗯，冲！不对，有门。先丢在这儿，虚张声势。干什么看？老子马上就天下第一了，换衣服是来不及了，总得体面点吧。这位潘公子虽然不是什么好鸟，到底是你的学生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
筒呢？肩上在哪儿？你最清楚。刚才那一箭谁射的？我。放屁！丫头都出来。想见先生，得先过我这关。就你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你不是想尝尝先生最近新创的枪法吗？什么枪法？赤龙宫大坏蛋，吃了包子垃圾蛋。嗯，新招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来，再来一套岳家枪。这是谁给你起的名字？师傅起的名。
你，我的解药！别动！我的解药！别叫花！你，我的解药！快去救爷爷！好。我的解药！你竟敢绑架我的儿子！我让你坐一百间大牢，下辈子也别想出来！给我带走！小牛犊，小牛犊，长了老虎胆，小牛犊，长了老虎胆，小雏鹰展翅也能飞上天，小雏鹰展翅飞上天，小雏鹰的飞机在家吗？小雏鹰在哪坏蛋？小雏鹰飞上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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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牛犊，小牛犊，长了老虎胆，小雏鹰展翅飞上天，小雏鹰展翅也能飞上天。你们都记住，这就是岳家枪。谢师傅。好。十二次，他谁？我不知道。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今天刚见的其他人更不会让你跑。我的二胆儿七进一次，全部都送给你们了哈。哎，咱现在好想读。哎。二胆儿七进十次，全部都送给你们了。三只羊好想吐哦。哎，我是二胆儿七进十六次，羊好想吐哦。哎，你要写吗？还是我？鼻子有没有在坏掉？他呢？我是。你后面冲过来的时候，我也是。笨蛋！笨蛋！笨蛋！